看起有那么点味道了，这个发型整这么一整。那耶，看到我们吗？来，嗨，真好看。脏了，眼睛脏了，不脏。哎呦，脏了。哎呦。嗯，还别摸，别给小白兔摸。我闺女尿不湿，她问我丢哪儿？其实我们这就是直接就丢垃圾桶就行了啊。好，走吧，下楼吧。下。快点吧！哎呀，姥姥呀呢？哎呀，看见姥姥了哈。咱们等下去照相，照完相咱别弄了，脏兮兮了哈。十字戏呢？坐的我妈的座驾。十字戏呢？过来。看我们这儿，其实卖衣服、卖吃的、卖用的，啥的都用。这是我们中间一条大街吧？啊，专门卖东西的，就往前走就行吧。这一个长道全都是比较繁华的东西，这东西南北都有，啥都有，卖衣服的、卖吃的，有的是。一会儿阿姨给你下信，听见没有？Tomato，那不是 Tomato， 那是假的，是假的，假的，这是什么？啊，这一小玩具呢，哈，来看看。哎呦，那大象。可可得下戏苏里扬呢，一来了，我要化妆了。睁开眼睛，往下看，往下看。马是不是能不一样啊？是不是？王给啊，不用啊，不用。王给他染染头发了哈，不要紧吧？头发。还就买点点头可以了。开销是多少呢？啊？嘛，洗了简单好听哟。那他去找你，他还是第一次化妆。俺结婚的没给他化，就给我化了化。哎呀，俺结婚那个照片，他们日本人照那照片可糊弄了，照的一点都不好，还老魔鬼了。过来，小强。嘉欣。嘉欣啊，对耶，比心。啊，比心！哎呦！阿姨给爸爸化化妆。妈呀，我也去弄个双眼皮行啊妈。我也去弄个双眼皮行啊。黑不溜秋的脸上再抹点粉底，变成灰色的了。妈呀，这个绿色的，快上！这颜色能好点哈，那绿色不好看哈妈，刚才那个拍我俩哈，妈，别把手挡着，这，你说，好，能不能拍见我的脸？你得看一下俺的脸呢，你从里边给你看好看。看不见，那我上台不就行了吗？能不能看见？哎呀妈，连个拍照行不行？能不能看见？怎么看不见？我看看怎么，哎，这不镜头里边就出现俺俩了吗？下戏哈，我看看。还挺有那么点味道了，这个发型整这么一整。嫂子，哎呦，嘉欣，好，呀呀，爸爸大口吸，爸爸，大口吸。嘉欣呢？阿多什么都吃苦呢？你耶！看见能这里边能看见我们，就是给我们拍视频。你给我旁边去啊！对，你站在旁边吧，你就拿手机站在那大姐旁边，给我们拍视频啊！对，你就从那边能看见我们就行了，能看到我们吗？喂。嗨，弄点中间好吗？对。有点可爱。把胸抱着。啊，嫂嫂，哎。对了。挺胸。俺那个挺胸，还找个扇子给你拿着。哎呀，这个扇子好看呐！这是小朋友用的扇子呢，真好。哎，你踩着我的衣服了。那，哎呦，爸爸。哦哟，可有复古阿姨哦，那爸爸个，哦，卡可以哟，哦，穿着小衣服还挺帅气的呢，人家这小身材哈。
黑亚强穿小裙子也真漂亮哈，咱妈妈也给黑亚强买个这样的小裙子。来，黑亚强你过来了，走开了，快叫，没带。啊，拿扇子呀，哎。走开了，快进，没带走开了。耶，耶，来黑亚强，黑亚强来。嗯，黑亚强，嗨。哎哎呀，你好好的吧，黑亚强。咱俩等照完相之后，咱去吃饭吧，好不好？给黑亚强买点好吃的。黑亚强想吃什么？嗯，给黑亚强吃个面条，面条行不行？嗯，不行。好香，好香哦，那面条真漂亮。过去站着，妈妈给照相去，上那边站着去，上那边站着去。哎呀，真好哈、啊！哎呀妈，你看我老公有没有点像刘德华？哎，刘德华，妈有没有像刘德华？妈，你也是刘德华吗？妈。为啥明星呵呵明星叫刘德华，我也喜欢那个明星刘德华，我也喜欢刘德华，刘德华我爱你。哦，真好看。这是猪干嘛？你吃猪干？我就跑啊！你阿妈特意领俺上咱家里吃饭，然后给他买醋给他。那猪干呀？你不爱吃猪干啊？咱有土豆丝儿，就这么个菜，反正是哈。那要皮蛋要不要嘛？哎，都那个啥？これ注文したの？これも。これもこれもあとはあこっちは全部私注文したのね。これもあとは何好きの？牛肉の注文したよ。ああもういいいろあとはラーメン食べるよね。うんいいの？少ないよね。うん。小姑娘睡着了，小姑娘你哦，我们来吃个饭。ここのラーメンが美味しいのね。피로농대가라모시이로나라마다라면주문스르네这面条又加了一个肉哈，哎妈，这大碗哈，够吃的这个肉，好吧？这大碗15块钱吗？妈？大碗15块，下面不用12，加肉的呢，12嘛。这一碗12哈，咱这是又要老鳖了哈。哎呦，你看拉面，看一下瞧。哎呦，哎呦，哇，哎呦哎呦，我给你点睡觉，这个拉面辣，我给你都弄醒了。哇哇，哦，啊，这叔叔真厉害啊！我一笑呢，拉面我笑呢。哦哦哦呦，哎呦，这样拿出来拉面好吃哈。哎呀，哎呦，哎呦，这家的拉面可好吃了。哎呀，拉好了！用手把着点碗，要不然碗就掉地下去了，别洒了。对，拉面，哎，我们是来吃的是拉面。啊啊，告诉你，那边是拉面的，那边做拉面的。使劲吃啊！嗯，快吃啊！这都是黑俩呛的哈，吃完的啊。嗯。